闭嘴嘛！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I don't like you too. Get it? 你恭喜两位获得最佳新人奖。接下来我们要同时颁出两个奖项，澳门国际电视节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海润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彦明，台湾著名演员徐伟宁上台为我们揭晓，有请。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奖最佳电视新人奖，周婷以《反恐特战队》。第七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新人奖，陈庆林《我来自纽约》。好，祝贺两位新人，来一起来看他们的片花表现。他是我们安排在马岛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人身边的卧底，代号美人鱼。别人会变，但是我柳诗雯绝对不会变，我就认定你了，我这辈子我谁也不会考虑了。你就是你妈，不肯听话。只是打不过一瓶酒而已嘛，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I don't like you too, get it? 你。恭喜两位获得最佳新人奖。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二位颁奖。再次掌声祝贺我们两位新人奖的获得者，祝贺你们。好，谢谢两位，请继续台下就坐。来，周婷宜，请留步一下。来，祝贺你获得我们的两个新新人嘞，两位，来，小姑娘到阿姨这边来。对，一位呢是我们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一位是电视节的最佳新人奖。那么周婷宜，你先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首先要感谢澳门国际电视节把这个奖颁给我。老实讲，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遇到这个角色。柳诗雯这个角色给予了我很多，她对于亲情的这种坚守，还有对爱情的礼让和尊重，让很多的观众非常喜爱她。所以说今天也是在替这个角色领这个奖，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非常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每一位朋友、师长，还有同行。我想，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的好人来帮助我，来指引我。还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反恐特战队的剧组，感谢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也谢谢我的家人。最后我要说的是，我热爱这个职业，我相信我会一直在这个我热爱的职业当中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走下去。谢谢大家。好，再次掌声祝贺婷宜获奖。那我想呢，这样是一个新人奖的奖项，或许是你人生当中拿到的第一个表演类的奖项，但我相信它一定不是最后一个。希望你继续努力，期待着你更好的表现，好吗？加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庆龄小妹妹啊，你今年几岁了？11岁。哎呀，我知道在演员当中啊，流传着这样一个秘密的悄悄话，就是再优秀的演员永远演不过两个群体，一
宠物，二孩子，因为他们在屏幕前的表现实在是太真挚了。那你觉得你在电影中的表现好不好？我觉得在电影中的表现非常好。所以说多有信心，所以我们就应该拿这个奖，对吗？这是你第一次演电影吗？对，我是第一次演电影。演电影好不好玩？非常好玩。以后还会演吗？会。太好了，我们期待着两位新人在今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让我们用掌声给我们的新人们加油鼓劲，好不好？好，掌声祝贺你，谢谢。好，加油努力，谢谢。